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叫做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那个好像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一首曲子，它是由施光南作曲，已故著名口琴演奏家陈建成先生编配的。我本人也挺喜欢这首曲子。陈建成先生呢，只编配了八度和音和大小伴奏进去，其他呢都是一般的复音伴奏。希望您也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